城邦，好，要去毁灭它。好，我们要不要再招？有没有办法再招啊？查看一下，有，三个，好不好？有三个，还是神枪可以多一点？登录2个道具，哦，要有材料才可以招出来，那现在还不够多，好，来吧，呼喂，呼喂，现在我们要继续前往鸡哥东的宅邸，到那里就会有幸福降临了。好，我们要来突破，这节奏真的很难抓啊，现在有更多了，最强武器。哎呦，直接这样子，最强武器，秀！哎，我换了吗？有，左边有东西，没有，左边是肉啊，就是你可以弄。那我们现在是直接打，就是最前面的副本，好不好？来，声音太大太小都可以再说，好不好？好，岂能让你走到世界的尽头，我就要去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给他好看，碰碰啪打碰，给我下来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还不够靠近吗？有，碰碰啪打碰。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。哎，我刚刚很久哎，碰碰啪打碰，刚刚维持超久了。碰碰啪打碰，这次有厉害了吧？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成功2回合，好。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。没了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有见识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。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那黄色维持好难哦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他 combo 到10的时候就毁了。碰碰啪打碰就会有那个暴击时间，碰碰啪打碰，可是那个时间维持超难的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要集结一下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弓手在后面，来哦来哦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那维持超难的，啪打啪打啪打碰。再靠近一点，悠悠，碰碰啪打碰，弓箭手，碰碰啪打碰，那弓箭手在烂炮兵，碰碰啪打碰，我解决了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冷静，好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应该暴击的一开始很难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他一开始节奏不一样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碰，哦，没有被挡住了，
碰碰啪嗒碰，碰碰啪嗒碰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碰碰啪嗒碰。哎，你为什么走了？你不要！啪嗒啪嗒啪嗒碰，擅长攻速的，好。所以之后应该也可以招他。哦，我刚刚有维持住，一次，碰碰啪嗒碰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啪嗒啪嗒啪嗒碰。我觉得之后黄色暴击状态的时候，要更冷静下来，说不定就可以维持住了。哦，这真的好难哦。OK， 666，谢谢大家。这游戏真的不简单啊！有，五分钟内有258声响，这是指我按了258次吗？我不确定那声响是什么时候。飞着的时候可以等一下，比较容易跟上节奏，因为它都是一来一往嘛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然后里面的角色也会跟着喊啪嗒啪嗒啪嗒碰，所以我想说跟着那节奏走。我不太清楚，等一下我会再试试看。嗯，是玩第几代？它是 PS4 重制版，所以应该是初代。嗯，他们好可爱哦。然后人家左边有东西，真的。你是干嘛的？乐手碰。猛的碰碰。对树枝有什么？啊？他是要干嘛？啪嗒啪碰。只要 N 次点小东西哦，所以要给他东西。树枝我有吗？这个吗？不能给他，他是要肉是不是？我没有肉了。啪嗒啪砰，是不是要去打一下肉啊？剑士，哎呦，诞生。哎，算是拿素材的地方。好，有呀，有了剑士，再一个啊，两个剑士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声响没了，对，是用 PS4 版玩的啊。有呀，出来的声音好笑。好，这边不管。我们就继续前进，前方鹰眼杠参战。好 ，OK， 来，要的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现在有剑士碰也来了，剑士碰目前只有两只，给他们最强的装备，还自动换上。啊，有些没办法拿到，因为装备没有那么多。哇，大家。各自努力一下，有哎，又一个换武器了，可以，啊，近战、中距离跟远距离，真的，攻守要有飞蛾才强哦，可是这很难呐、啊，对啊，那个很难，我会加油的，记得小兵类都可以三只，是不是？好，恶魔来了，怎么了？来，噔噔噔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完全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哎，太夸张了，啪嗒啪嗒啪嗒碰，要打下，碰碰啪嗒碰，哎，碰碰啪嗒碰，他那个弓箭，不是弓箭，碰碰啪嗒碰，龙卷风太强了吧，啪嗒啪嗒啪嗒碰。他犯规啊！砰砰啪嗒砰，打他！砰砰啪嗒砰，呜、哦！砰砰啪嗒砰，砰砰啪嗒砰，啪嗒啪嗒啪嗒砰，靠近鸟了！
砰砰啪嗒砰，有在打吧？打，砰砰啪嗒砰，有打很多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他还会逃跑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要拯救他。碰碰啪打碰，不能输。碰碰啪打碰，不切。碰碰啪打碰，哇！啪打啪打啪打碰。集结集结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然后被打退了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他有攻手。碰碰啪打碰，哇，竟然好痛。碰碰啪打碰，去死！碰碰啪打碰 ，miss 了。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打碎了。碰碰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。哎，完了，节奏节奏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节奏要跟着一起来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跟我一起来。啪打啪打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要打就打，碰碰啪打碰，不能输。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碰碰啪打碰，上啊！碰碰啪打碰，哇，太慢了，最近都慢了。哎，完了！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呦呦呦呦。碰碰啪打碰，血量都很 OK。碰碰啪打碰，你说巧巧可以大声点，是声音还是我讲话？游戏声音还是我讲话？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完了完了！啪打啪打啪打碰，啪打啪打啪打碰，你讲一个失误就要全部重新，有没有？这是你节奏。节奏感乱掉之后就没办法啊！游戏声音还太小，那我不管了，我就调超大哦。这应该已经我自己看是调最大的啦，我也没办法再调了，这已经很大了，无法调整了啊！我说话时大时小，那是因为玩到后面会累。会累啊，孩子们，会累啊。巴巴大鹏，巧巧只换第一个战士的装备，没有啊，他是全部自动换，是因为装备没有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上上左右可以蓄力攻击，再配合上上左右是什么意思？它只有那个啊，圈圈跟正方形可以按。嗯，哇，这次声响不够，有办法直接再挑战了吗？白纸的地图什么都没有写，不过我能看见不为人知的遗迹，用魔法的墨水指引出方向，好特别哦。那我们要继续前往吗？哎，我有那个啊，这是白色地图。Papaya， Papaya， 三角形还没解锁。好，白纸的地图来到这里了。你看他最强装备，你好好看他里面人哦。现在是什么？左边数来斧头剑跟那个勾勾斧嘛？有没有？他角色有更换，
对啊，啊为什么这个还是拿西服？因为没有更强的武器啊，他最强装备是全部自动来的，哎啊，当然是依照顺序啊，最前面要拿更强，有没有？你就想这个穿的是钻装，那铁装的在后面，皮革装的更后面，好不好？嗯。